我这次用了比较温柔的汤，还没暴力，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。你要是方便了，您就跟他说一声。嗯，我现在让他家人。啊，我现在跟他说。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应该的。我们也不提一提你，要让我早提了。一提你多招俩人，我操，太可惜了。我操，你这就是要逼着我，你说你们不急吗？一天吃一遍。第二天的情况？别掉下，我得量量厚度呢。你听那个了，我的工具都找不着了，我怎么？想吃了，他吃了，哎，我拿那他吃了，他吃不吃啊？你给俺他吃了？他吃，我刚看着看着就吃。啊，我兜里，我兜里有。那你那留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。好好好，别动。OK， 你想看你想看。告诉你啊，这个卡尺